上次考验你们的力量，今天考验你们的平衡。先来个简单的，左腿直的直下，直上，简单的，拿捏点，左脚屈，从右腿的外侧穿过来，不碰地，屁股也不碰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前两天在家看了一个什么点赞达人秀，里面有个健身达人说，以下这一招是很难的，咱们试试。我在全明星运动会三。